生。你要做什么？江暮春，你不要伤害谭灵音，大人先把他放了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灵音，大人，江暮春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有什么你冲我来，你要胆敢动他，我要你的命。江暮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杀人不过头点地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是小姐，县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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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是为何？伯父，还不住手！相官，相官，大人，他心心念念的只有你一个人，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他。别说话，道王，快把相官带回去。小心，江暮春，今天相官的事，我要你千倍百倍的还回来。无妨。自从我爱上唐天元，我就经历了千般折磨，万般痛苦。世界上最痛的我都经历过了，我怕什么？倒是你，相瓜是要害你的人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笨，笨的是你。郑捕头如何未卜先知出现在这里，你不知道吗？相瓜知道你的煞心。大人，是爷，是江小姐。是江小姐她利用我，让我说出黄金藏匿的地点。江小姐她心机深沉，我只能假意取信于她。你做了一件好事。对了，大人，江小姐她一直藏着一把用黄铜做的钥匙，钥匙十分精细。你去告诉江暮春，我们已经找到金矿的位置了。好。冯顺，看着他。是。大人，大人，相瓜受伤了，都是他。我本来想拖延时间的，谁想到他下手这么快。从顺，看好他。是，我们先下去。这边。江小姐，等等，啊？怎么了？就是啊。这下你们都信了吧？有劳郑捕头了。不是，都是兄弟一场，你别害我呀！桑姐把黄金藏在这儿，是希望有朝一日有命拿出来花的，所以她的机关不可能做得无法破解。去吧。快来！
没事了吧？走。哦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看看看看，啊！桑杰区区一个县令，规模快赶上王爷了，啊！少峰，开棺。哎，不行！我之前听人说过，开棺之前要先在东南角点根蜡烛，要是蜡烛灭了。咱们就什么都干不了，只能原路返回了。行行行，我去。师爷呢？小飞龙，你快看，你快看，灭了，灭了，灭了！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凌烨，大人，我又被挟持。唐大人。你自以为计划周全，可是到现在你都没弄清楚，究竟谁是螳螂，谁是黄雀。